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肉松丽品牌代言人王俊凯。我有玫瑰，你有故事，七七说爱，你听到的最美爱情情话是什么呢？心意够的话，那就是最帅的。我觉得赋予一件事情重要的意义，或者对一个人、对一件事情的一种用心认真的态度，就是仪式感。我觉得有些时候还是需要仪式感，这样就会让生活变得更加的有趣，更加的有期待。就是在我18岁的生日会上，